anymore.今天拍东西，客户要求与众不同，器材用加能5D4和狗头5.0一点八，用鱼线来营造运动氛围，关于灯光也和你看不懂，礼品、细品、画框倾斜放置，增添活泼感，用几何体和云朵来点缀画面，搞定。你只管努力，其他的交给天意。抖音。今天拍杨鬼子喝的酒，客户说了自由发挥。用西方建筑拱门作为创作元素，用色片营造98氛围光，参数设置120分时1秒，光圈18，ISO100。 抖音。今天拍去古籍啾啾，客户要求想吃，用民国甩酒碗演绎，运动激发灵感。来，比生活比个耶。用侧逆光让产品更通透，用大光圈拍摄要足够大。搞定。抖音。石头小哥哥火焰怎么拍？单灯吊照左侧打光，闪光灯色温3000起，快门10分之1秒，光圈2.8，最好小光圈拍摄，火秒会更清晰。记得要关灯。抖音。今天拍手撕面包，客户要求小清新，用三角形构图法来搭建场景。A 灯平视角打光，使被摄体更通透 ；B 灯顶部打光，使被摄体受光均匀。参数设置光圈 F11， 快门125分之1秒 ，ISO100。搞定。往后余生，风却是你。抖音。今天拍草莓果酒，客户要求冰凉自然，用裸灯加硫酸纸正后方打光，使产品更通透。左侧标罩打亮树叶，减小光比。标罩打向天花板，照亮被摄体正面。参数设置自己看下。用鱼线吊起一颗草莓宝宝，咔一张。用冰块环抱被摄体，咔一张。抖音。今天拍绘本，客户要求与众不同，器材用加能5D4和2470，为了使光线更柔和，单灯吊照打向天花板，搞定。你只管努力，其他的交给天意。抖音。今天拍慕斯，客户要求流水画，器材用加能5D4和2470，光圈14，快门125分之1秒 ，ISO100。用两盏长条柔光箱两侧打光，闪光灯的色温调整到3000起，调整被摄体离水面的高度，用各种姿势投掷，搞定。抖音。今天拍小零食，客户要求有情怀。A 灯正后方打光，营造氛围。B 灯4点钟方向打亮主题。C 灯10点钟方向打侧逆光。用三角形构图法来搭建场景。用梦香蓝来增加画面的故事性。搞定。别说你看不懂，你品细品。抖音。今天拍握杆，客户要求好吃好玩。A 灯用长条柔光箱打主体 ，B 灯用标罩打向天花板。用美工刀和镊子来凹造型，植入小人增加画面的趣味性。搞定。抖音。今天拍面膜，客户要求有水。A 灯平视角打右侧光 ，B 灯高视角打左侧光。器材用加能5D4和2470。开启高速连拍功能，提高成片率。搞定。别说你看不懂，没品细品。抖音。今天拍洗发水，客户要求动感海浪，用线下玻璃店定制的水缸来装水，用标罩加蓝色色片来营造大海氛围，用打孔的塑料袋子造浪，底部用标罩打亮瓶盖，搞定。抖音。今天拍握杆，客户要求温润通透，想吃。用两盏长条柔光箱来制造假光，用水壶喷水来凸显产品肌理，用色素冲杯橙汁来烘托气氛，用各种手动撕扯来勾起食欲，搞定。往后余生，风
抖音。今天陪凤梨，客户要求自由发挥，参数设置光圈 F8， 快门120:1秒， ISO 100， 用一块粗抹布来点缀画面，运动激发拍摄灵感，大家可以试试。微距拍摄时，为了选择特定的对焦点，可以手动对焦。抖音。天拍即是燕窝，客户要求光影质感，用标杖和树叶制造阴影，用餐具来勾起你的食欲，搞定。抖音。抖音。今天拍慕斯，客户要求大牌，用黑石块做道具，用刷子制造海浪，用佳能 5D4 加百威，用两盏长条柔光箱打哑光，光圈11，快门120:1秒， ISO 100，搞定。抖音。今天用贝贝南瓜演绎一下拍美食的三种黄金视角，第一种零度正面拍摄，这样画面显得端庄。第二种45度侧面拍摄，给人鲜明的立体感。第三种90度顶拍，这样容易使画面具有某种情趣和美感。朋友，你学会了吗？抖音。今天拍固体饮料，客户要求天然想喝用。抖音。抖音。今天拍精华乳，客户要求清新脱俗，尝试用两盏长亮灯拍摄。A 灯用400瓦的造型灯，亮度调到50%，打侧逆光，让画面呈现柔和的暖色调。B 灯用60瓦的 LED 长亮灯，亮度调到30%，平视角打向被摄体正面，用到了两种摄影对比手法，冷暖对比、虚实对比，搞定。别说你看不懂，你品，细品。抖音。今天拍发光键盘，客户要求注重细节，单灯标照加硫酸纸加三角架按时慢慢拍摄，参数设置光圈11，快门4秒， ISO 100，拍摄时去掉造型灯，然后关灯关灯关灯，搞定。抖音。今天拍精华乳，客户要求天然销魂绿，用单灯标照后方打光来制造光斑，右侧光打主体，反光板补光，采用前景与纵深感构图法来搭建场景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，感恩大自然，树叶尽量选小的才会玲珑雅致，大树也会显得粗鲁，喧宾夺主，搞定。别说你看不懂，你品，细品。抖音。今天拍草莓，客户要求有情怀，参数设置光圈 F8， 快门125:1秒， ISO 100，用填满画面构图法拍一张，用牙签做一只小猫猫拍一张，植入小人增加趣味性拍一张，摘一朵生命之花拍一张，拿一颗草莓宝宝拍一张。别说你看不懂，你品，细品。抖音。朋友问我什么是创作，我说创作就是把自己的心掏出来拿给别人看。抖音。石头小哥哥今天拍锅呀，你有什么可豪横？哇，这么多好玩的道具，单灯拍摄，用对角线和三角形构图法。抖音。今天拍洞洞鞋，客户要求年轻活泼， A 灯用标照加硫酸纸打主体， B 灯用标照打向天花板，用画框和小汽车来点缀画面，用纸团垫高鞋底，让鞋子倾斜，这样会有动起来的感觉，搞定。往后余生抖音。清晨发现一道光，瞬间激起了哥强烈的创作欲望，抓起案头的贝贝南瓜，一顿操作猛如虎，其实是个头，自然窗户光咔一张，手电筒补光咔一张，照妖镜补光咔一张，手表蒜苗也咔咔咔两张，摄影是用光的艺术，你认同吗？抖音。石头小哥哥今天拍什么？拍化妆品，这球球滚得很有感觉啊。啊，球球不错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盏灯打向天花板是想干嘛？大家讲讲。抖音。抖音。今天拍蜗牛修复霜，客户要求植入小蜗牛，这是雨后小蜗牛的作案现场，一片狼藉，抓了几只姿态优雅的回来做群演，帮助他们实现人生价值，用单灯标照后方打光来制造光斑，右侧光打主体，反光板补光，搞定。
别说你看不懂，你品，细品。抖音。抖音。不会摄影的人拍鱼线，这样这样，还有这样，会摄影的人拍鱼线。抖音。今天拍洗衣液，客户要求温柔细腻，清澈见底，用爪子拍打桌面，咔一张，弹，咔一张，用太极拳搅动水面，咔一张。抖音。今天分享下啤酒的打光技巧，器材用佳能5D4和 A470。 A 灯用长条柔光箱放置被摄体正后方，打逆光时产品更通透。 B 灯用标罩打向天花板，用反射光照亮被摄体正面，水壶喷水烘托氛围，搞定。别说你看不懂，你品，细品。抖音。摄影太难了，我今天拍面膜，客户要求海浪浪起来，用 1.8 公分高的水造浪，用高低加光制造光影。我太难了。抖音。今天拍洗衣液，客户要求梦幻氛围，加入梦幻泡泡，植入浪漫樱花，用单灯标罩加两盏长条柔光箱拍摄，用折扇丰富画面，搞定。陪伴他们青涩的回忆，就要他上山。抖音。今天聊不同灯罩的大灯效果对比，用裸灯拍一张，用标准照拍一张，用猪嘴拍一张，用雷达照拍一张，用长条柔光箱拍一张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效果，一品，细品。另外这个是造型灯泡，方便布光，观察光位的，这个灯管才是闪光灯，闪光的瞬间才会亮。朋友你学会了吗？抖音。สเปปิดูคลิปสวยได้ Line now ก่อนไปที่งู 1, 2, 3 I'm Vietnamese So I'm Vietnamese